大家好，那欢迎收看这一次的大人玩具开箱。这次呢，我们介绍 OE 的新产品线哦，它叫做 MOMO。 好，那不是购物台哦。那它的差异在哪里哦？它是新出的一系列的机器人，而且它的机器人其实是比较小只的哦，差不多20公分左右，不再是1:6的一个比例。那价格相对的当然也比较便宜，可能是2000块左右的部分，好，可能2000出头之类的啦。好，那再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那 OE 的外盒。其实我这时候两只一起介绍，这两只其实一起出的哦，黑白双煞的部分。那黑色比较贵一点，白色比较便宜一点，因为黑色的配件多了一点点东西，因为多了一顶帽子。好，那外盒的部分一起看啦，因为它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好，那你就可以看到后面的部分，白色跟黑色的部分。那这一系列有一个比较好玩的部分，就是它所有的关节其实都是，它其实有点像转轮，或是像海洋堂的那系列轮转式的部分啊。那所以它的关节都可以互相拆、互相换。好，它的概念应该是来自海洋堂的那个轮转式的概念啊，所以它的所有关节都是轮转式的那个关节球。那让你可以比较方便的去替换的部分。那不过比较可惜的是，当初看官网里面这两只好像有5G，可是实际上收到两只都是单独的素体，并没有5G的部分。然后再来另外一点，我觉得比较好笑的地方哈，这明明盖子是做可以打开啊，打开之后呢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，为什么是黑的？打开之后呢，为什么是黑的哈？那不晓得为什么当初怎么装的哈，应该打开要看到东西，然后再来你在这边，你可以看到其实它这个设定图里面这边本来有武器的，可是实际上并没有这一支武器，然后另外一个，好，另外一个也有一支像武器的东西，那也没有哦，那这个原本就没有了，这位不知道该抱怨还是该说什么，所以两只呢其实有点孤单，因为没有武器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啊。好，拿出来，两盒我都一起把它拿出来了，因为没有什么东西。然后说明书拿一张就好，为什么？因为连说明书都很困难，两张说明书是介绍一模一样的。我把两盒都拿出来。然后把盒子放到旁边去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说明书的部分啊。说明书其实很单纯，他就跟你讲说，而且印得很简陋，就跟你讲说哪一些地方是可以拆的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哪些地方是可以动的。好，那背面就没有了，所以很简单的，跟很简陋的一张说明书。然后呢，就把它打开之后。把这个放到旁边，你就可以看到基本上的两只角色。那我们手饰的部分各附了三组，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手饰到底附了什么手饰的部分。那手饰应该两只都是附一样的啊，这两只基本上几乎完全一样，只是黑白啊，还是有一点差眼的，让大家看一下。好，首饰的部分我们让大家看一下，基本上附了三种手，好，就是这三种首饰的部分，再加上它原本装在上面是一个摊开的手。好，这个就是它的首饰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把主体拿出来。好，那主体旁边都有做胶套，你可以看到防止这边尖尖的去弯到，虽然这尖尖是软的啦，好，所以这个是软的，其实不用那么担心，可是它还是有做这个部分。好，那我把两只都拿出来啊，然后刚才说的哈，最可惜的就是没有任何的配件，这个太紧，直接把整只拔起来。
好，然后把它拿出来。那刚才在拔这个胶套的时候，连旁边的角都拔起来。不过它所有东西都是可以，几乎就是可以拆的，所以它在拔上面其实没有什么问题。好，然后还有它唯一的一个帽子。好，把这两只拿出来之后，把配件都放到旁边去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基本上这两只应该是站得住了，大概认为好像重心要稍微调一下的话，它应该是站得住啊。虽然它的脚还挺怪异的，好吧，算了，就当做站不住，让它靠着墙壁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这一个哈，我们来看白色的这一只。白色这一只呢，基本上它是整只拿起来，它的塑胶是有点像那种 PVC 那种软的，好，它并不是那种硬的塑胶的部分，就有点像就是如果你有收转轮，它其实也差不多，或是有收那种 Q 版公仔，像这种，好，就是像这种软的部分啊，它并不是硬的，或是有点像扭蛋。好，那这有一个，但如果像这种就会担心一件事啊，就是久了会像扭蛋一样黏黏的，那这个只能由时间来证明哦，再加上扭蛋也不是每一个都黏啊。好，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角色的部分啊，它角色其实有非常多的关节啊，你可以稍微再特写一下。好，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呢，它的所有东西几乎都可以去拆，可以去替换，就是像这边呢，你可以把这个旁边的这个角拆下来，然后帽子可以拿下来，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头的部分。好，那加上呢，头里面呢，这就是一个关节球，所以这个关节球呢，其实还蛮大的可动范围。然后脖子又一个关节球，好，然后这个关节球都是可以拔起来的啊。如果你想把它头拔起来的话，好，这是。啊，你仔细看一下，这关节球几乎就是跟那个轮转式的是一样的哦。然后唯一不一样，可能轮转式我记得有咔咔咔啦，它这没有咔咔咔，啊，就是没有那个关节是无段式的。好，那再来脖子的地方，那手的部分呢，它有两颗关节球，这是比较特别的，就是把它拔起来，你可以看到。这个部分它就是一个两节式的关节球，那这样子呢，它的活动范围会比较好一点。然后所有的东西，包含这边没有可以看到任何东西，几乎都是每一个关节都是独立的，所以都是可以拆下来，那你可以去黑白的颜色去替换，因为目前也只出这两只。好，然后可动范围的部分，因为球形关节圆形的，所以做得不错。然后再加上这应该是它最大范围啦，虽然它是一个关节球，虽然最多可以转到180度，可是因为关节会卡住啊。那这是它比较特别的地方。然后再来呢，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配件是可以装，只是现在并没有这些配件。像这上面呢，也许它可以再装其他东西的部分。啊，所以它有一些扩充槽，像这边也有洞，它有一些扩充槽，然后这边腰部你也可以，里面也是一颗关节球。好，你可以看到它是关节卡榫在里面啊，只是刚才这个球没有拔起来。好，那所以所有东西哦，整只几乎就是可以解体，那我觉得可玩性还蛮高的。那胸部跟腰部这边有一颗关节球，然后腰部这边没有，然后脚的这个呢，我们也把它拔起来。你可以看到它就是有点像12寸的圆球的部分啊，然后把它扣回去。所以整个部分其实都可动上都做得不错，然后我觉得上色跟质感也都做得不错啊，你可以仔细的看一下啊，就是
1000多块，或是两黑色比较贵，黑色好像是2000，然后白色好像是1000块、2000块，黑色超过2000哦。好，然后脚的部分你可以看到这边是不一样的关节的部分。那据说它这个是找日本设计师去设计的哦，所以这个角色是日本设计师设计，然后由 OE 来制作的部分。好，那你可以看到脚的部分这一个。要把它装起来，从左边好 ，OK。脚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往后弯，其实可以弯到很大的角度。好，那这一只的可动范围应该是非常的大啦，除了手指不能动之外，可是它有附了几只手的部分啊。好，然后再把它装回来。好，所以这个是还蛮特别的部分，然后我还蛮喜欢的它的拉链的感觉，就是脚这边这个上色有点像拉链的一个感觉的部分，你看啊，然后背面，然后高跟鞋还蛮特别的，你可以看到高跟鞋其实是 L 型的关节球组装起来的，所以呢它高跟鞋呢，好，它可以变高，再插回来，好，你可以看到。好，它是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，所以这边还增加蛮大的一个可动的部分。好，所以就是它可以瞬间再长高哦。好，所以可玩性我觉得还不错哦。好，你就可以看到它就变像这样子。不一样的呈现方式。好，整只呢其实关节我觉得不会松松的，都还算蛮紧的。好，然后这个再把它带回去，然后再把它扣起来，然后软的你也不用担心就是弄断掉是什么，然后把玩起来也还不错，唯一缺点就是站不住了，我刚才说过啊，因为可能重心的地方你有点调到姿势之后，它才有可能某一个姿势是站得住的哦。那不过这个是还蛮特别的一个新，算是新东西的设计啦，就是还蛮有开发的一个 idea。好，你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的部分哦。好，那这是白色的部分。那白色跟黑色，其实所有东西都可以互换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黑色的部分啊。它虽然是黑色的帽子，可是它还是可以给白色戴。那它的帽子是磁铁式的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放上去它就会吸住了，这还蛮特别的。但也不知道还有哪里其他地方的磁铁啊。脚底是有磁铁的，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，所以它也许以后会出一个磁铁的底座，因为我现在这个磁铁有那种排挤的效果。好，所以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啊，你可以看到。好，那再来呢，我们白色看完之后来看一下黑色的部分啊。好，黑色比较贵的关系是因为黑色多了刚才说的这顶帽子的部分，所以它帽子可以直接吸上去，可以戴起来。好，所以这个使用方式还蛮方便的，然后这里当然可以拿起来，那磁铁是在头上了，所以帽子可以直接吸在这边，也可以不用戴它的假发的部分。好，那这个是黑色跟白色，那当然你也可以把黑色换过去白色的地方。然后再来呢，黑色真的要说呢，领带是可以拿下来的。好，那领带呢也是磁铁，它可以吸上去。那领带可不可以吸到另外一只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基本上好像可以，可是它磁性好像有关系，它一直把它推出来啊，所以它不适合吸这一只，它反而把领带踢出去啊。好，那这是差异的地方。然后再来呢，黑色这一只胸部比较大，你从侧面来看。好，这是跟白色的一个
差异的部分哈，所以胸部比较大卖的比较贵，是这样子吧？好，那所以黑色如果要讲的话，差不多有 D cup， 白色差不多只有 B， 好，这是差异的地方哈。从上面你可以看到，好，离体的跟胸部没有关系。好，这把它装回来，然后黑色还多了一个腰带，这个白色也没有。那脚的部分呢，基本上黑色跟白色就是一样的，那你可以去任意取代。刚才说过，我可以把这个手拔起来。好，至于另外这边手多了一个背章，就是说它应该是队长级的啊，所以价格也比较高，然后配件也相对的比较多。然后呢，手是可以做互换的，所以它整只呢，你都可以就是任意的去拼装它，然后得到你想要的一个部分。然后脚呢，也是可以拔起来。这个脚好像必须整只脚拔，我看一下。好，脚目前我是拔不起来了，等一下我研究一下。然后脚呢，这边还多了一个关节是可以转的，好，这个圆形关节是可以转的，所以它其实呢可动的部分还蛮多的地方。然后这个我现在暂时拔不起来了，所以我不确定它可不可以拔。赵成也说它应该是可以拔起来才对啊。好，其实我已经蛮用力了，它还是拔不起来。好 ，OK 哈，那脚的部分呢，至少这边是可以拔起来的啊。抱歉，你的假发飞走。好，然后你可以任意的去换，然后把假发换成白色的。好，所以这个呢，就是这个角色的部分呢。那我个人是觉得它这个设计还蛮特别的，在互换性跟把玩上其实还蛮不错的部分哈。然后把所有东西可拆的让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它可以把玩的部分，然后把黑色装回来。然后让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部分啊，然后把脚也装回来。好，然后把帽子还回来。我们把黑色都装回来，当作是正常的部分，然后稍微拆开一下白色的部分，让大家看一下还有哪一些东西。那等一下最后让大家比较一下高度的部分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放了两只万代的铁金刚在旁边啊，那可以让大家比较一下高度的部分，然后帽子也把它戴上去。好，这个是组装完的啦，组装完它躺着好了，不然它一直跌倒啊。那刚才说过缺点就是不能站，那目前这个脚的部分我拆不太起来的，应该就是好，这应该可以拔起来。OK，先让大家看一下它可以肢解的部分啊，大致上我知道的啊，其他的部分不确定。然
然后这个大腿我是真的拆不起来，所以大腿应该是属于拆不起来的部分。然后这个也可以转开，然后手的部分，啊，你可以看到其实它可以拆非常的细啊，所以在把玩上其实有很多的可玩性。除了拔不起来的大腿之外，好，你可以看到整只其实，让大家看一下，整只其实拆开可以拆得非常的细啊，那你都可以每一个零件都可以任意组。那我觉得这个呢，不到2000块的东西，其实做成这样子其实算是不错的啊。那你如果说它的价格，其实它不算，严格来说不算便宜啊，因为它毕竟不是12寸的角色。然后如果跟那种日本的海洋堂比，那海洋堂可能1000块左右就有了嘛。好，所以只是它的部分还算是它比较特别的一个设计。那如果没有把玩过，有兴趣大家可以买来玩玩看，因为它不会很多钱。好，那再来就比较一下高度的部分哦。高度的部分它大概多高哦？其实你可以看到，我们帽子不要戴好了。好，看到黑色这一只角色的部分，让它先站着。然后跟这个超合金魂比的高度哦，超合金魂比较矮一点，那当然那个大人合金更矮。好，大人合金比超合金魂其实不会矮很多，矮一点点而已啊。不过超合金魂的重量跟大人合金差非常多，同样都是万代的，好，可是重量差还差蛮多的。好，你可以看到高度的差异，我把这移到这里来。好，这是高度的差异。那如果它真的高度可能跟人居版差不多高，可是人居版呢又不太准的地方，是因为人居版的零零是比较矮的，所以你可以跟大家看一下，它基本上呢跟零零差不多高了啊，所以从这边你可以知道它的高度啊。如果你要跟1/6的比，它当然高度就差很多了啊。因为1/6还蛮高的，我们随便拿一只人偶，可以比较一下。好，差不多只有2/3的1/6的高度。好，最后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次的大人玩具开箱哦，这是 OE 的新产品哦，那推荐给大家，因为我觉得还可玩性还不错哦。然后当它如果越出越多只的话，其实你有更多的变化的部分。好，那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次的大人玩具开箱。那一样，如果有任何需要预订的商品或是玩具上面有什么问题，都欢迎从粉丝团跟大家讨论。好，谢谢大家。